7点钟的开幕式即将开始，请相关部门做好准备。尊敬的各位来宾，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安徽太和，相聚在星辰乔氏台球俱乐部，共同莅临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安徽太和站的开幕式现场。冠军500万，职业化元年，2022年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步入第17个精彩的年头。首先，我仅代表赛事组委会向成功报名参赛的各位运动员表示由衷的欢迎和祝贺，向一直以来支持赛事建设发展的各界同仁、运动员、台球爱好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17年间，大师赛成长为风靡全球64国的国际顶级台球赛事。17年间，大师赛跟随伟大祖国奋进的脚步，承载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7年间，无数球员在大师赛赛场奋力拼搏，诠释并传承“人人皆大师”这一精神理念。2022赛季，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大师赛全球总决赛冠军奖金由100万人民币跃升至500万人民币，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赛事最高的台球赛事。大师赛及相关赛事总奖金近2300万元，更完善的赛事体系全面打通和丰富球员的参赛通道。本次比赛由星辰乔氏台球俱乐部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北京优泽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爱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百涛台球运动学院、江苏盐城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协办。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各方的鼎力支持，再次向赛事的长期合作伙伴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蹭个够商城、钓鱼台龙马献瑞酒、镇红胶边、野豹台球杆、 LP 球杆、威力球杆、奥秘球杆、皮尔利球杆、波茨杆、企鹅直播、虎牙直播、小麦皮头、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赛克斯巧克粉、施博台球杆盒、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集球器等单位和品牌表示衷心感谢。本次赛事也得到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是新华网、人民网、腾讯体育、新浪体育、今日头条等20家媒体平台，企鹅直播、虎牙直播、抖音、快手、优酷、火山等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等综合媒介及生活平台，台球圈有料等微信公众号。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本次开幕式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星辰乔氏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吴浩先生、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赛事部主管纪连超先生、乔氏梦之队领队李杰女士、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王百涛先生，感谢各位的到来。现在掌声有请裁判员代表徐锦言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掌声有请。各位参赛选手们，为保证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在此我仅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在执裁过程中认真履行裁判员职责，严格遵守比赛章程，
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对待比赛，尊重参赛选手，严格执裁，文明裁判，不徇私利，秉公办事，为全体参赛选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比赛氛围，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优异成绩，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徐谨言，2022年9月13日。感谢徐谨言。下面有请运动员代表陈哲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掌声有请。各位参赛选手们，为保证本次比赛顺利进行，在此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在比赛过程中认真对待比赛，严格遵守比赛章程，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对待比赛，尊重裁判，为比赛的成功举办，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优异成绩，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陈哲，2022年9月13日。感谢陈哲。2006年至今，乔氏中式台球赛事已经历经第17个年头。赛事的成长与壮大，受益于广大球迷朋友和社会各界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再次向所有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下面，有请星辰乔氏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吴浩先生、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赛事部主管季连超先生、乔氏梦之队领队李杰女士、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王百涛先生共同来到台前，代表所有为赛事倾注心血的同仁们，为本次比赛擂杆。所有嘉宾听我口令，一二三，开始，大家掌声响起好吗？感谢各位嘉宾，有请全体嘉宾进行合影留念。谢谢大家。冠军500万，职业化元年，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是中式台球职业领域最高平台，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皆诞生于此，并汇聚于此，无数经典战役缔造于此。2022年安徽太和站还将掀起何种风暴，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裁判长王百涛先生主持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抽签仪式，再次感谢大家。